哎，俊杰，你喜欢什么制服？我觉得两个，哎，怎么了？我已经在状态里面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我再来一次。好好好。俊杰，哎，你喜欢什么制服？我喜欢我今天的衣服啊。那你猜我喜欢什么制服？不知道哎，被你制服。哎，这个借我绑一下。鞭魔不是，不是，太多想要讲的事情，不能在节目前面讲。就是，可我想象渣男就是这样。哎，俊杰，你喜欢什么制服？我觉得两个，哎，怎么了？我已经在状态里面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我再来一次。好好好。俊杰，你喜欢什么制服？我喜欢我今天的衣服啊。那你猜我喜欢什么制服？不知道，被你制服。哎，这个借我绑一下。鞭魔不是，不是，太多想要讲的事情，不能在节目前面讲。哎，伯宏，嗯，你知道我喝饮料都是喝无糖的。嗯嗯，那你喜欢喝什么？可能是半糖吧。我的胸膛。哎，是白色衣服、哦，会不会沾到我的粉？你骗我哎！你不是也在骗我吗？善意的谎言又不是一件坏事，就算失败了也可以赖给剧本，多好的机会。我连自己都骗过了，没想到他什么都知道了。好像不是他需要我，而是我需要被他需要。我不想要每次牵起你的手又要放开。我只是想谈个恋爱。我不保证恋爱感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。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